这起要大概是中午12点多的时间发生的。当事人回来车场取车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前保杆那边遭撞击的痕迹，双那边也加3000块。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法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终由一个慈善机构，你爆料，我捐款。